老板，我想要一个梅花糕。爆面糊。这是什么馅呀，老板？芝麻。哦，芝麻馅。放上芝麻馅，再盖上一层面糊，撒上红糖粉，核桃、花生、芝麻，撒点瓜子油，最后铺上一层红糖。这梅花糕是这样做的。起锅加盐，停锅了，加盐。刚出锅的梅花糕也太香了。谢谢，哇，好香的梅花糕，满满的芝麻馅。老板，鸡锁骨买一斤送半斤是吗？嗯。我要一斤。对。哇，一斤这么多。十五块啊。好嘞。老板真实，在家的油都是干净的。老板，你在这卖几年了？十八年了吧。这么多？十二年。十八年了。七八年。哇，那肯定味道很好，所以才能卖这么久。辣椒呢？是微辣。什么？白子不？哇，好香好酥。老板，我要一个龙须粥。这家是什么呀？嗯，你看，芝麻花生，那个是什么？山楂。山楂还有呢？燕麦。我都要吧。每样都来一勺。这是用藕粉冲的是吗？对。加叶笋，然后疯狂搅拌，舀眼的龙须笋，继续搅拌。多少钱呀，老板？六块。好的。好好喝哦，它的料特别多，多到我已经快吸不上来了，满满一杯，喝完一杯就饱啦。老板要一个芡糕。好。猪肉要不要？要猪肉。仔细挑选。帮我挑块肥瘦相间的。把猪肉切成小块。鸡蛋要不要？要鸡蛋。要鸡蛋哈。嗯。再将年糕揉成皮。它这个年糕好软哦。是好女，做女的好吃，硬的谁要吃啊？加上鸡蛋、猪肉。还有土豆丝、豆腐干、洋葱、炒面、辣包菜、豆芽，这么多料，墨点技术肯定包不进。灵魂酱汁必须安排。超级大一个，好满足哦，馅料很丰富哦。老板，我要一个加梅干菜、猪肉和豆角的。加点肉，加豆角。豆角给我多来点吧。加梅干菜。有的不要，有的站着看看。我喜欢吃豆角。哦，喜欢吃豆角。对。将面团压成泥。看你的眼神。开始煎了，打上一个鸡蛋，将饼盖上。这样不要？要，给我多抹点。辣椒呢？辣椒少一点吧。抹上豆瓣酱、辣椒酱，加的料都放上，全部卷起。
哇，料超级多的，我一个手已经拿不下了。超好吃的，我这一大口我直接炫了好吗？